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百院英文，我是聪佑斌老师。请问大家知道吊桥英文怎么讲吗？我们都会说 suspension bridge。来，大家练习一遍 suspension bridge。学英文就到百院线上英文家教，拜拜。